不要再开麦了，双腾准备好喽。啊，这堂课是第二节，请你把课本跟速小本帮我拿出来。哦，那课本的话，请你翻到1415那一页。那速小本也帮我准备好，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时间的部分，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的部分。好。来，我们看到课本，我现在要弄到课本114页。来，114页，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过了？114页有吗？一四有。六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115页。115页的话，课本它有没有写给你？你们的课本有没有帮你写算式？115页。有。有哈，写的全哦。部写满满吗？没有，答案没有给。还好，这边还有空格。好，那它其实是用两个方法。它第一个方法呢是切到，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它是上午7:40到学校，下午4:10放学，所以它有经过一个中午12点，所以它这边用两个方法，就是以算到十二点为基准，以算到十二点为基准。然后他把它分成上午时间跟下午时间，待在学校时间两个再加起来。好，那但是他第二个方法是要换成12小时制。哦，那12小时制的话，谁知道怎么算？不行，把它放旁边，不然你没有办法写字。来，12小时制还记得吗？如果下午一点，以十二小时制，以24小时制的话是几点？13点。对，13点，就是如果是24小时制的话，就是你要把这个下午的4:10去把这个四十加十二，这个四加十二，OK，好，来，我这边直接，你要用他的方法还是啊？我讲一次，然后你再决定好了啦。我讲一次方法，然后你再决定要用什么方法好了。好。先画一个这个发出来，好来，所以这是开始的时间，好，它到时间就是开始的时间是上午7:40，然后呢，到学校的时间，离开放学时间就是结束时间是下午的4:10，好，那它的第一个方法是这个样子，它第一个方法是切到中午十二点。切到中午十二点，以中午十二点为一个基准，他把它拆成前面这一段跟后面这一段。那后面这一段是比较简单的，后面这一段比较简单，后面这一段时间就是直接是后面的这个4:10，所以后面的这一段时间，从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，总共经过的就是4:10。所以现在不知道的就是早上的这一段时间。好，来，早上这一段时间要怎么算？张新成还记得吗？这段时间要怎么算？问号的地方。12点减到7:40吗？对，12:10减掉7:40，12减掉7:40。好，来，庄腾这边要怎么算？要就位。十二要接位，所以变11，然后这边是60嘛，哦，那这就直接减就好了，所以是24，相减是4，所以前面这一段时间我们算出来咯，前面这段时间是4:20。好，那人家问的是总共，总共要怎么办？吴家章，加。加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两个时间。上午所花的时间跟下午花的时间相加，所以40:20再加上4:10，所以他在学校的时间就是8:30，这个意思。邱瑞阳开镜头，林伟燕开镜头，外中开镜头，我这样才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在上课啊？林伟燕开镜头才知道有没有在上课。王外中。连慧，你有在上课吗？
人会不见了，别人会不见了。好，好来，所以他的算式是这个样子哦，80、30分。来，你先把它写上去。我的笔，我的笔不见了。袁慧不在哦，你等一下自己要看影片哦。袁慧点名的时候你不在哦。来，先搞清楚他的这个算法是怎么算哦。袁慧有回来了吗？有。还没。有吗？我刚刚没有看到人头。只看到墙壁。好，那我先传讯息那个。连回。好，没关系，不要叫他了，我有跟他爸爸讲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方法。好，第二个方法我写在下面啊。第二个方法它是这样，它是用24小时制来算。啊，我先把这个画面弄掉了，太丑了。好，来，我讲一下它的第二个方法。它的第二个方法就会比较简单，比较好想。它第二个方法就是把下午的4:10换成16:10，就是你要把下午制的时间，把这个四这个数字去加12，才会变这个16。把4这个数字加12才会变16，所以下午的4:10换成24小时制就是16:10。那这时候这个16:10就是结束时间，那这个7:10它是开始时间，所以就是拿结束时间去减开始时间。恩惠，你有没有在线上啊？还是不在？恩惠有在吗？恩惠真的都不见了。恩惠，你一直跑走，你有没有在上课？你刚刚前面有没有听到课？有啊。确定哦？因为我刚有传讯息给你爸爸了。因为我刚刚那个我姐网络断掉，哎、欸，我姐手机关机，然后是那个网络断掉，去点一下。好，来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用两种方式来算哦，看你喜欢哪一种，但是我觉得换成24小时制会比较方便啦。好，我们用下面这一题做做看。好，来，下面这一题做做看哦，我们用24小时来算24小时制。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下午时间先换掉，我们要换成24小时制，所以它是几时几分？庄腾，把它换成24小时制的话，哎，不要用那个吵我。14，对，14，就是把这个2+12，就是14:10。可以吗？所以你看哦，这是结束时间，然后这是开始时间，总共的片长，我们说过这个电影有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拿结束去减掉开始，后面的时间去减前面的时间才可以减，因为后面时间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的十分，我们是拿14:10去减掉11:50。麦关掉哦，不然等下录影会录到哦。刚才麦关掉，录影才不会录到。好，来，所以这个地方要借位，14要变13，然后这边要借60，先相减再相加。好，你们先算一下。
好了吗？好，来，我看看谁哈。来，恩惠告诉我答案，现在应该是多少？2小时20分吧。2小时20分，没错，20分。来，请帮我写答，2小时20分。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算，算是没有那么多。好，我们就不要用第一种方法。那但是我还是有告诉你第一种方法，就是我们切到中午12点。那这样子的方式好算的，这样子的方式其实用在跨日会比较好算。什么叫跨日？假设我今天，好，可以。假设我今天想要回，好，我今天我是林伟燕，我想要跟妈妈回南投。好，那我可能从现在这个时间，现在假设是10点，晚上的十点。好，那我开车回南投，但是我中间肚子饿，我想要在台中吃个宵夜。我回到南投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是隔天的凌晨1点了。那这个就是跨日，跨一个日子，就是跨一天，跨一个中午午夜12点。那跨日的部分就一定要拆成到凌晨12点这样来算，跨日的话一定要到凌晨12点要分开算，哦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分那个区间，好，哦，把它分成前一天的跟今天的这样来算，所以跨日的部分就需要把它拆解变成两段时间相加，但是像这个是同一天的时间的话，其实用24小时制来算会比较好算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拿出你的数小本喽。数小本，程式刚去哪？数小本，可以了吗？数小本好了，接着写就好了。来这一题。可以直接剪吗？直接剪。你有一个东西要换。你们没有空的可以接着写吗？有没有可以接着写？有啊，没有啊，你本来那边还有4题啊，可以接着写啊，你们上次才用4题而已啊。我们上次才用4个，现在接着写。好，来这一题，有一个地方要换，哪里要换？下午四十。对，下午四十要换，要换成24小时制是几时？十六。对，16要加12，要加12，换成24小时的话要加12。好，所以这是16时，这样才可以减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束时间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始时间。是吧？我的上午都没你。好，稍等写好了，还有谁？陈轩玲、李芬奈、吴雨晴、吕敏轩也好了，好来，那就吕敏轩吧。家长也好了，好来，敏轩，80:30。Yes， 吴家长，你的答案呢？一样，80:30。OK， 很棒。好，所以记得16时这边没有，就是写零，减掉7:30。好，不够就要借。现在你们都很棒了。好，这是15，这是60，直接减30，这是8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就是80:30，很棒，恭喜你们，80:30。可以咯，那就下一题咯，可以吗？不可以哦，吴雨晴你写错哦。
相信，不要再忘记关麦了，犯错了。哦，好 ，OK。赶快，好了吗？都好了。不行，好了没？赶快。刘伟燕，镜头。黄伟忠，你到底有没有在上课？好了。好，来下一题。我还没。上午9:45开始下雨，一直到下午5:20雨才停。这一场雨总共下了几小时几分钟？好，来，所以哪里要换？吴家章，哪里要换？吴家章哪里要换呢、啊？分了。公司。刘伟燕哪里要换？那个，林伟燕，哪里要换？我知道，给林伟燕讲，他没开麦。50，五十，对，这边50:20这边要换，所以记得50要加12，变成17:20，这样才可以减哦。加吧？为什么是加？不是，这是开始时间，这是开始时间。这个是结束时间，雨才停啊，这是结束时间。我们要算这个总共的时间，不是用加法。你要拿结束减掉开始，结束时间减掉开始时间，才是这一段期间。这个是时刻，这是时刻，说错了，这是时刻。结束时刻减掉开始时刻，好，这样你才不会记错。一段时间要拿结束减掉开始。翻译成好了吗？翻译成好了？还没。九人好了吗？老师，等一下你可以再用上一题吗？我还没写完。上一题。啊，你还没写完？我写完了。你现在只能先这一题的啦。我写完了。先这一题的啦。来，恩惠。老师，我去把妹妹抱去给阿姨哦。好，赶快。恩惠。嗯。这一题。答案。70:35哦。好，来，这要先借哦，所以这边是16，借60，所以先减再加，所以是35，对，没错，70:35，感谢。秋阳，你先写这一题的啦，那题来不及了，没错，70:35，所以你看他这边的算法也是用24小时制啊，所以课本的话。课本只是讲跟你讲，那有两种方法而已啊。OK， 林伟燕，你要小心，不要用加法哦，这不是加法哦，就是要求这一段的时间要拿结束减掉开始哦，你要小心，不是总共就要用加法，你要看题目在问什么。张一成好了吗？我的黄伟忠啊，你跑去哪里了？你的笔掉到哪里去了？黄伟忠，不用叫他，因为你这画面看到没有他，他就是没有他。好，就是要趁现在，我们要来全部合照一张，来，一张，对，全部合照一张，好来哦，拍照咯，3、2、1，按镜头。好，没有黄伟忠，所以黄伟忠不在。OK， 好来，邱阳上一题就等会儿吧，上一题也没有算式啊，拿16:10减掉70:30，你赶快写，16:10减掉70:30，你自己等一下自己再慢慢算。你把题目抄好就好了，你等一下再慢慢算，我要去别的地方了。
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美国？我要去即时测验呢。哎呦，欸，等一下，这里好难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返回，返回。怎么有跨日的时间呢，啊？来，这个 ，Daddy， 刘伟燕有没有在写 ？Daddy。好，来，这个是结束时间哦，这是结束时间，这个是前面的那一个是开始时间，这个是开始时间。那他问经过多久，就是要拿结束减掉开始。好，记得要拿结束去减掉开始时间，结束减掉开始才会是经过的时间。要换哦，不然你减不了哦。吴家章哪里要换？伟琪哪里要换？这个意思，对，意思要换，这边要换掉。OK， 好，关麦。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作业哦，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再小心一点。哦，我来看看哦，吴雨晴，串完了吗？林敏轩，先告诉我这个意思是几时？我没有把那个举手把它关掉。没关系啊，来，林敏轩，你先告诉我这个意思的话，换成十二小时制是几时？十三十，对，十三十加十二，没错哦。所以十三十二十三分去减掉八十四十四分，安琪，四十三十九分。啊，先怎么算？先借位。借位十二，借四十。啊，不是借六十啊，帮写一通哎，借六十。借六十，先减再加，这是多少？三十。三十九。三十九，四。四。对，没错，四十三十九分，写对的人手都可以放下。好，放下。刘伟燕有没有写对？双腾有没有写对？写对手就放下。全对，全对。好，很好。简单的题目啊，你们都会啊，四十三十九分。好，来下一题咯，都好了哦，邱瑞阳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题咯。嗯，把秒加进去好不好？要不要试试看？把秒加进去，还是再换题？来换题看看。这个好了，刚好剩最后一格，我们把这个写完就 OK 了，我们就要抄联络簿了。箱子哪里要换？哪里要换？哪里要换啊？对啊，你要换才下午二十要换，分要换成十，二加十，要换成几十？十五，我要，你是谁？我要，六，要换十二，然后要加十二，十四，所以等于十四，对，好，所以十四十，我们要拿十四十五十分，去减掉十一十四十分。哎，这个横式好像就可以写答案哦，因为它不用借位。来，陈轩玲，陈轩玲，
三十。老师，我要。邱瑞阳，你就挡住陈轩你的声音了。三十十分，有没有跟你的答案一样，邱瑞阳？嗯。有没有跟你答案一样？有。是啊，这么简单。你只是想讲而已啊，有啊，我有让你讲话。欸，我你们十四个人，我才有办法一个一个都点到。欸，你看那个佳音老师十八个人要怎么点？两个，从一要开始点到十八。也是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十八题啊，十八题，那一节课哪上得到十八题啊？你看我们一节课才上几题而已，我们一节课才上六题而已。欸，你在线上上的时间，我还要等你开麦关麦，我还叫你们不要讲话，我要关麦克风。都浪费很多时间，老师，你怎样？林伟燕，我刚被教练老师骂，因为你去吵他，就跟你说不要吵妹妹，你自己也在上课，你在那边吵他，你等一下就不要玩桌游，刚刚全班都听到，录影也听到了。OK， 你又要这么皮，好了，好，我们抄联络簿喽。给你看联络簿咯，先抄联络簿。老师，我去拿联络簿。好。来，联络簿。我拿一下就到了。第一个就是小猪本哦。